情的蛋蛋姐姐，欢迎来到我的另外一个一集。我是你们看的第三集的大大，我是不想上学，我原因就是我不爱上学。音效是跟上当时的更新库，更新库的一模一样，好像没更新了。你看看吧，我想更新的，可是没办法更新了。咦，这样对双胞胎又出去散步。可是我们的闺蜜，上次和闺蜜大概是第一集对吧？她还没来。那如果知道我和闺蜜来没来毛第四集的话，评论关注，拜拜。